定啊，今日有啥物好康的啊？这个花啊，才对金门搬来。听人讲呢，你的祖先伫清朝是做大官的，一摆啊，有再传家之宝来台湾找买主。伊住的所在应该毋是好野人才对啊。哎呀，你是捌啥啦？哪是好野人哦？来台湾创啥？对。对，这传家之宝是值偌济钱啊？上少嘛二十万。哦，二十万。等一下较细腻，莫互人发现，知影无？小妹啊，是不是回来啊？啊，我不见了！啊，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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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八岁的朱秀美，伊是一个金门人。本来伊甲伊的老爸老母，并袂因所有的财产了后，是要来台湾开创因新的生活。想袂到讲因的日子才拄拄啊开始尔，甲庄仔头内底人都还袂拢熟悉呢，都受到匪徒攻击。遐个丧尽天良的歹人，不但将因所有的财产拢抢甲断点去，佫想要杀人灭口，根本就无要放手。快走！哎，你走啊！别过来，你老婆。你叫是你走的去少。你敢讲话？你但是我爸母，真是够对我呐！你就莫怪我，要怪吼，就怪恁爸母啦。才一点仔物件尔，就唔甘。你真清醒，别过来！哎哎哎哎！你冲啥？哎哎哎！怎么变弄？紧呆呆啦！紧啊，去啦！好啊，妹啦！紧啊！
你叫我大冲啥啦？阿丁啊，你看，你看。你是叫啥啊？伊搞我晕啦，害我屁屁错了。你靠腰啦！你看，伊目睭明明是客的，安怎甲你晕啦？哈？奇怪，拄啊目睭是金金的啊，那会？哎，你是查甫人，哪会这么胆啊？阿弟啊，我唔捌拄着这款代志啦。好啦好啦，莫讲，无安尼啦，你若是惊吼，伊煞甲脱起来啦。哈？脱啥？对啊，你想看卖啊？你煞甲伊脱起来，就唔敢出来见人，啊唔敢出来见人，就唔敢出来找你啊，对不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啊唔过。好啦啦，紧去啦，去脱啦，紧啦。在咱台湾有一个传说是安尼是，讲只要将死人的衫裤甲脱掉，互伊赤身裸体，安尼是往死的魂魄都无面通好见人。阿丁因为惊冤枉死的秀美会化作恶鬼来甲伊讨命，所以就命令阿勇教法，将秀美的衫裤甲脱了了。可怜的秀美在死是无人法，死了后佫倒来遭受这款的侮辱。死亡不愿客住秀美。敢真正会放这个临川顶线？嘿，今仔日的代志哦，卡叔讲，互别人知影，阮三个人就稳死啊！哈，过几工啊，咱提这去卖，到时阵啊，钱咱分分的。我带恁去找查某，行。嘿，大爷，稍等下啦。有啥物代志啦？啊，今仔日哦，那提死迄三个人，敢会有人发现？惊啥啦？迄三个人吼，才拄伊进门来尔呢，根本无人认识。就算讲有人认识啦，有人问你的时阵哦，伊就讲今日暗时，你来阮家饮酒，饮几暗，阮老母搁煮菜互恁食。卡叔讲哦，恁母哦，无安尼讲嘞。放心啦，阮老母的问题吼，我来解决啦。啊，不过，哎呦，那个查某男的啦，咱顶头讲无问题，就是无问题啦。我知啦，只是吼，我一想到迄个查某甲我硬的表情，我就感觉要死啊啦。哎呦，那是讲安尼哦，你更加免惊。阮老爸是谁？你袂记啊？阮老爸是道士呢，只要阮老爸伫咧吼，什么妖魔鬼怪，伊安尼一收。嘿嘿嘿，拢无咱个法啦！这个无人性阿丁，伊将秀美带伫一个荒郊野外破厝内底。冤枉死的秀美，伊会对阿丁因三人做出什么款的代志呢？丁因老爸是一个道士，伊的法术伫这个庄仔头内底是受到真侪人的尊重。庄仔内大大小小的人，若是讲要求平安，也是要医病痛，拢会去找这个阿水师啊，替因甲画符啊，也是讲讨罗丹来吃。阿水师啊，虽然讲是庄仔头内底真出名的一个大好人，也毋过伊家己是无法度来管教家己的后生。若是讲到伊的家庭，阿水伯啊嘛，敢若一句话通应人尔。迄就是恶车业主无法可治。啊，最近嘛，伫个庄仔头内底是出名的虎爸母。人讲家贤家好，唔通去遮着赤查某。即个啊，最近嘛，伊恶劲是正人才。阿母，阿弟呢？阿弟。
去站了哦，三更半夜走去倒啦？无啦，阿雄车有代志啊。阿母啊，卡叔讲人伫问，我昨昏去倒位，你著讲我甲阿雄甲发去找灵酒，伊甲天光吼。无啊你，你是想要做什么歹代志？你无啦，是有人找阿雄麻烦，我甲伊斗三工呢。是安尼？对啦，阿母啊，你有通会记哦，吼。好啦，紧过来，紧过来。好啦。阿丁哦，气死我呀！是咯。阿婆，阿丁人呢？有啥物代志？看你去干安尼啦。今日阮毋是要带伊去甲人相亲。想袂到伊人吼，怎啊无去啊？就这款代志，伊个查某囡仔生遐歹着，莫讲阿珍啦，我嘛袂介意。恁若袂介意，咱是当私下甲人讲啊。啊，即嘛人拢怪咱敏感，毋捌规矩啦。你叫我民主，是要去到倒位去啦？嘿，民主嘛袂找因算账呢。哦，迄个伊梅兰婆哦，也嘛毋啥物意思啦。啊，介绍伊个查某囡仔哦，给阿珍啦。阿人是倒位有好啦，阿恁囝是好到倒位去啦。若是有人要嫁乎伊吼，阿伊就爱偷笑啊啦。嘿，阿你讲这是啥物意思啊？哼，伊安尼哦，只感觉工过无要去做，规工都安尼乱乱说，干我。厝内嘛毋是无钱啊，就阵阿爹妈无去做，搁安怎嘛袂枵死啊？对啦，你做你家先。以后我再看伊是安怎甲你友好啦。这哦，你着免烦恼啦，囡仔我会教啦。你哦，着顾好你家己就好啊啦。阿水婿啊，自细汉都无爸无母，伫个因兜甲因做长工，就是伫个老庙公要过身之前，将伊家己的查某囝来指配予一个阿水婿啊。结婚了后，阿水婿嘛，伊根本就无将阿水婿啊囥在眼内。这个阿水婶啊，伊嘛实在真会请嫁囝，阿顶啊，互伊嫁到是安尼不三不四，唔知好歹，册也读无，也学袂好，规工伫外口安尼浪流连，失格落到拢唔做成。伊若是甲因老母讨无钱头好开，都会想办法去甲人偷，也是去甲人恐吓。大家拢知影阿水婶啊性格实在有够歹，啊惊阿顶甲因报复，所以众人拢是气伫心肝内尔，唔敢讲出来。都因为安尼生，所以阿水婶伊伫厝内底实在是有影住袂住。最后，伊归去去住喺庙诶，无阁过问厝内底任何代志。阿丁伊将朱秀美抬死迄暗，因为做了亏心事，所以一直翻来翻去拢困袂落眠。因两只目睭但是一个揢起来，都会看到秀美万分迄个表情，所以安怎都困袂去。原来是恶人无当，这个阿丁一不断惊秀美啊，会来给报怨仇，会惊讲秀美的尸体会去予别人发现。伊安尼躲在眠床顶想来想去，安怎心肝头都是袂当轻松。最后，规气一不做二不休，三不做就叫怨仇啊！伊全咧爬起身，走去红街道的拖底甲开开，将伊老爸所为的牛啊砸咧，赶紧过去车一车破茶房啊，又搁转来到该秀美啊一间破厝啊遮。别怪我啦，别怪吼，就怪你家己啦。想跟你说去拄着我，我跟你讲哦，你上好是莫来找恁爸，那无吼，我就给你过死一届。阿丁话一个讲煞尔，都马上将壶啊搭伫门兜顶嘞，然后煞手搁将伊所扎来只茶房啊，一支啊一支起起空空全咧顶伫门顶头。想讲要来防止秀美分票，搁再走出来。这个时阵，秀美啊，伊的尸体是点点啊倒伫一间破厝内底。阿丁伊并无注意到讲破厝内底有啥物无同款的情形，继续真骨力将这茶房啊一块啊一块甲顶在门头顶。
就伫阿丁强要将这个门完全拢甲封起来时阵，伫这暗暝摸出来底，秀美阿面忽然间发生个变化，伊把就一个白金几块人全猜起来。去予虎仔所射出来光线，笑一个鬼人跋在涂骹，袂顶袂动。这个时阵，阿丁已经有听到厝内底的声音吗？规身躯毛骨悚然，敢若看到鬼共款，马上歪头走离开这个所在。就伫阿丁一走离开这的同时，伫个边仔这个草埔有一个细蒙牌伫遐。另外，伫个破厝遮，伊阁出现了一个囡仔。这个囡仔看到阿丁走离开的方向，又过外头看这间画厝啊，唔知是伫想什么。阿丁伊用伊老爸斧啊，将这个秀美的魂魄困伫这间画厝内底。这个可怜的秀美，伊敢有法度来逃脱？一个手提生死簿的囡仔，伊又阁是虾米人？自从秀美因一家伙仔误害了后，伫山边遮都发生真济代志。定来伫个三更半暝时阵，有人会听到本狗嘞声音，安尼一声过一声，甚至还阁有人听到讲，这间破厝内底传出查某人的哭声来。这款鬼怪的代志，真紧就一传三千里。阿水仔伫个知影这件代志了后，马上就将伊个西宫家私传传的，准备要去山顶去做法。阿水仔啊，那是安怎啊？这个所在哦，阴气足重的。我听村民来讲哦，这个所在到暗时的时阵会发生真奇怪的代志呢。叫大家较注意嘞。好。大家有听到吼？小弟，你有安怎无？小弟，你是安怎啊？拢是恁害的。哼，在哪里？恁大家拢走袂去。阿水仔，卖着急，退到后边。我的查某囝，含阮查某囝。天无天理，人无人法，冤魂不得在此了命，含速速回转轮回之道。天无天理，人无人法，害阮的公婆来。嗨嗨嗨！不听先转。Hey!
排。小弟，小弟，阿叔仔，阮小弟敢有要紧？陈兴，你做你放心，我才有几张符啊，你回去了后呢，就化点水来好洗洗的，都无代志。真是，阿叔仔，多谢嘞。阿丁哦，阿爸，什么代志啊？你跟我来等，我有代志要问你。小弟，小弟，你搞起来，你老实跟我讲。你为什么要偷偷对我后边来呢？我就想要跟你学淡薄法术啊！你敢有理由呀？哼！你讲，你到底是做了什么代志？我无啊，无！你若无做什么代志，为什么拄只迄冤魂会对你来呢？我嘛唔知啊，可能是。可能是最近我有面生较低，所以鬼才会找我啦。你上好是莫甲我讲白贼哦。阿爸，我哪有讲白贼啦？我搁较好打，嘛唔敢甲鬼作对啊。哼，你若知影惊就好啦。若无你时限若到，连我拢无法度救你啦。你起来！这代志哪变安尼啦？龙哥，你去想啥办法都无。阿勇伫知影讲阿丁去互鬼甲攻击的代志了后，伊是惊啊面人青顺顺，惊讲家己万一发生意外，所以因就决定讲要去甲秀美啊拜一下，然后收一寡银纸给伊。自从秀美的魂魄去互阿丁家困伫这间破厝了后，伊是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敢讲天公伯啊真正无目睭，会来互歹人逍遥法外。所以这个秀美啊，受到这款的拖磨。阿花啦，好，这个阿花到今嘛也未来，来的时阵哦，无好驾驶是袂用的。奇怪，三更半暝，哪有一个囡仔在遮？哪个？卖叫啊啦！兄哥，是你大声叫的呢？是我先叫的。对啊。啊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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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讲遐济。兄哥，你头先看啥啦？拄啊，我看到一个囡仔，伫遐行来行去，迄面白白，还佫穿古装的。哦，兄哥，我看你目睭花摇，看喏。我目睭花去，可能吧。啊对吼，阿发啦，你若即马才来，阮阿爸哦，知影阿丁的代志了后吼，不准我参与来往呢。我要趁伊空气啊，我才偷走出来。啊，好啊好啊，莫讲遐济啊啦，行啦去办代事啊。紧啊，紧提出来办啊。好啦。阿花啦。你哪点一个香都点袂倒啦！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
上班呢。雄哥，你嘛赶快。好了，卖啰嗦啊，就安尼排啦。拜托了，拜托了，你卖来催我了。这件代志吼，是阿丁出的水，跟我一点关系拢无啦吼。对啦，阿丁出的水，跟我无关系啦。啊，今日吼，产这些物件来，是乎你买新衫穿的吼。吼，对，去买新衫，叫你买新衫啦。烫衣衫的人吼，是阿丁，跟我一点关系拢无吼，跟我一点关系拢无吼，跟啥关系都无。拜托啦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吼。这给你啊吼，啊你创啥啦？好衣啊！哦哦，啊背落好啊啦，来去啊啦，转来去啊啦，紧啊！紧走啦！阿宽啊！阿宽啊！阿宽！天有天理，地有价值。阿丁、阿勇还有阿花啦，因违背良心来做歹。天地敢会容阮因这款的行为？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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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一定要保庇我，平安无代志吼。我的死，我的死！阿母啊，那是你啦！你是创啥货啦？阿母，你要入来，哪会歹弄门啦？哎呦，你出什么代志？就是你的朋友啊，阿雄甲阿发啊，即摆哦，亲像个死人同款啊，互人囥在咱家门口啦。大孙先阿讲哦，要找你啦。你找我？找我做啥啊？啊，你莫要过门啊，紧去啦！我去找恁阿爸来，转来斗相共啦，吼。阿丁伊就赶紧走出来就听，出来了后。甲咧看到阿花恁兜个人靠家咧凄惨坐垮，阿丁看到面头前这一切，强强要唔敢相信这款代志竟然会发生。阿花啦，已经气绝身亡啊！阿丁，阿丁，阿丁，阿勇，阿勇，是，发生什么代志啦？是，是回来啊！啊，你被找不到。我是啊，阿勇，阿勇，阿勇甲阿华来死，和阿丁感觉真惊吓，伊唔知影讲代志是安怎变甲安尼死，一时间伊也无倒来接受这款的打击，规人煞来掠过，伊将春生啊掠来，一直甲问讲是安怎阿勇甲阿华来会死甲这尼啊凄惨，春生啊甲伊解释了后，阿丁啊才知影讲关联一切代志。拢是发生伫今仔日的早起。代志是安尼啦，今日早起天光时，我拄准备要去做工课，才知影经过山边，就听到有人咧喊救命声。我随道拼过，就发现阿华死咧破厝啊！阿雄伊一直叫你的名，所以我毋才甲因跟来领导。是啊，迄个时阵，除了看到阿发、阿雄以外，你阁有看到啥？无啊，迄当阵我当然着急要叫因两个，嘛无注意去看啥，随路变好转来叫人斗相共啊。是讲春生啊，啊你嘛实是无意思呢，甲阿雄、甲阿发哦遐严重，啊你唔敢去看医生，啊敢去我食？啊我问你啦，啊你是毋是超工哦，互伊死咧我食啦？你知影无？未洗啊嘛，我拍七岁啦。阿水真啊，七岁啦。迄当阵阿雄都一直坚持要来遮找阿丁，我嘛唔知要安怎做，唔才安尼啦。哎呦，你要小心啦哦，害人嘛唔是安尼啦。看伊两个吼，唔知做啥物歹代志啦，无哪会哦，死到遐惨着啦。好佳哉哦，阮阿丁啊吼，无来伊参做伙啦，无好，大家吼死到足歹看的啦。好啦，你是讲啥的？阿母啊！哪向我喊你去死啊！你一支嘴遐细细了，无啊！
你这嘛是怎赞成啊？是不是怎赞我死吧？阿爹，这囡仔吼，愈来愈唔成款啦。阿丁一日讲完了后，气甲全走入来家己的房间底。阿勇甲活来死，予阿丁感觉真着惊。到底秀美啊，敢真正来找阿丁啊算账？咱来找看卖。你看，穿安尼哦，哈哈哈！大胆油粉，唔敢家伫遮大啰嗦，你随我回台府。由不得你，随我走。娘，我不敢玩了。老马，啊！娘。谁在救我？哪会知我的名？我是小黑鸭，被小狗逼的小胖瓜啦。是专工派我来保护你的。保护我？敢讲我的代志，你拢知影？是啊，为什么是小黑鸭被讲袂使讲啦？我嘛无讲啊。反正吼，你乖乖伫遮，过几天吼，就有人来找你啊。我走。小胖瓜。小胖啊，你等一下啊，你将话跟我清楚。只要你载我后位去坐，安尼就对啊啦。小胖爷，我在这等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自从招弟啊顶摆去予鬼附身了后，伊的身体就愈来愈虚。陈生啊，就去叫先生来甲看，但是安怎都看袂出是甚么原因。
所以伊只好去找阿水师啊，想讲要来替石弟啊求神卜卦一下，看会当知影什么原因，让伊身体变甲这么虚无。你看这是安怎？春生啊，照恁某八字来看，伊的代志也未完呢。也未完。阿水师啊，但阮某也无甲人结什么冤仇，是安怎去予人附身呢？这可能是甲伊的前世有关。人讲前世种什么因，后世就得什么果。是好也是歹，都爱看伊的命。阿水师啊，这是安怎讲的？天地之间因果轮回，真多代志是无法度理解。哈？不管啦，阿水师，你一定要叫阮石弟的命啦！听阿水师安尼先讲，春生啊，一时间嘛唔知影要哪只好，是安怎石弟啊会变甲安尼死？到底石弟啊伊的前世因果是安怎？为什么会来影响伊一世人？春生啊，伊烦恼石弟是烦恼到强要死。彼暗伊倒转去厝，是安怎嘛困袂落眠？真无简单，才拄拄啊要困去尔，煞来做一个真奇怪梦。伫梦中，春生来到一个不知名的荒郊野外，拄好伫伊要找出路的时阵，突然间听到远远的所在传来一阵脚步声。伊看到一个查甫人，带着一个身穿凤冠霞帔的查某，雄雄滚滚为山脚走来。敢若是后壁有人伫甲因这个款，伫个春生看到迄个查甫人个面的时阵，伊惊到讲袂出来，因为伊所看到迄个人毋是别人，竟然是伊家己。啊，奈安尼？系啊系啊，拢无得话啦。娘子，娘子，我若是叫伊俩，伊一定来放阮煞啦。阿贵，不管今日发生啥物代志，我永远嘛是你家阿。就算我会当抓到我，也袂当得到我。你说，都是我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有人要来啊！你两个紧走啊！你说，阿贵，你两个给我抓到啊！哈，林少爷，你是安怎无要放阮煞？伊两个是真心相爱的呢，别搁讲啊！你说，跟我回去。我以后会带你走。这个时阵，在远远的所在有一个光点在指引春生啊。伊看到一名女子徛在破厝的门口。小姐，这么晚啊，为什么你一个人在这呢？我搁等你，我已经等你真久啊。啊？等我？啊，是有什么代志？阿贵，你敢搁会记我？你是？我就是米雪啦。米雪，敢讲你袂记我？歹势，我真正想袂起来呢。当初，俺有海誓山盟，输定终身。暗时迄日阿霞，看伊倒有志有势，就俺听煞。早就是阿爸母啊。真正有这款代志哦？真的，我对金门千辛万苦到台湾找你。你煞叫我放袂记啊！小姐，拜托你莫哭啊！你愈讲哦，我是愈听到有啥啥呢。你就安尼，有事拢放袂记啊？安尼活来够什么意思？哎，小姐，慢点，小姐！春生为梦中惊甲精神起来，伊发现讲家己还阁安搭安搭困伫个厝内底，一声才放心。也毋过，伊若一个想到梦中迄个情景，伊就愈感觉奇怪。是安怎，伊会带来一个身穿新娘衫的人来逃走？是啥人伫干净？是安怎，伊会甲迄个新娘跳落去断崖？还佫有，迄个徛伫个破厝门口迄个查某囡仔，又佫是甚物人？这问题实在让春生啊想甲头壳强要破去，无法度通佮理解。人若无做亏心事，半暝也是毋惊鬼来弄门。阿丁啊，怀疑讲阿勇甲华来死，甲朱秀美有关系。伊就将厝内底所有符啊，拢轻轻挖来，将规间厝内底打干咧目睭睭。
阿水今嘛半暝啊精神起来，看到厝内底咧四界拢搭甲团糊啊纸，嘛感觉真奇怪。是谁啊？是我啦，阿母啦，紧开门啦！啊，紧开门啦！好，来啦。阿丁啊，你是很暖啦，阿你半暝拢歹困，阿规间房间搭甲安尼。阿母，你莫甲我管啦。阿丁啊，这代志互你老爸知影吼，你老爸会怪我吼，无甲你教好啦。哎，阿母，你唔知啦，我那是无胆吼。伊会来找我啦！伊，啊，伊是啥啊？阿母，你莫阁问啊啦！就算讲我讲出来，你嘛毋知影是啥啊！阿丁啊，你讲出来啦，无一定吼，阿母会当让你斗相共啦。哎呦，阿母，即款个代志哦，你无法度啦！你困，紧困啦！阿水即嘛对这件代志是感觉莫名其妙，但是不管伊安怎甲阿丁阿问，这个阿丁就是无爱讲出原因来。阿水即嘛是惊讲伊家己后生因为阿勇啊甲阿华的代志来叫惊着，所以伊就决定要去找阿水师啊来替后生阿丁啊受惊。水啊，到底是安怎啦？阿丁啊，够要紧。暂时是无啥物代志啦。我问你，阿丁最近敢有去啥物所在？无诶，我看伊最近真乖啊，阿静就出去啊。这几天你都要把阿丁顾好掉咧，千万唔通让伊出门。哎，是不是阿丁拄到什么歹物啊？里面唔好坐啦，也个，这块玉佩，你给阿丁挂咧，不管什么时阵，拢不准伊摕落来，有听无？阿水哦，阿丁啊，到底是发什么代志啦？你卖问我啦，反正。你叫我讲去做就是啊。做土木的春生啊，伊主要是毛头的，伊所靠的就是一挂人际关系。一天，春生啊又去标了一个石头要来做。有一个生意人，伊是真看伊山边迄块地，想讲要将这块地来开发，可以变作一个观光地区。春生伊也真爽快，就来答应啊。然后春生啊，伊就扎着伊结石头啊，来到这个山边，想讲要来这个所在勘察一下地形呢。就伫个春生啊，伊要去山边行去时阵，伊个心内有一个真奇怪的感觉，敢那什么人伫个附近伫个叫个款。春生，春生啊，是谁？是谁叫我？你哪会晓呢？你要家去倒位啊？啊，不是迄个所在啊。看你想要走去倒？
紧起来，紧起来，紧看那边啊！奇怪，天气遐尼热，哪会感觉遮尼冷呢？春生啊，本来想讲，家己甲梦中安尼同款，伫个破厝啊，看到什么奇怪的代志，也毋过一日来到遮，发现讲这间破厝内底根本就无半项物件。春生啊，笑讲家己想过妄神啊，想有想有济啊啦，再安尼家己来吓吓家己。春生啊，伊就要来离开遮。想要到真脚踏落地，后脚还未离尔，都听到一个声。救命啊！谁来救我？是谁？是谁在内底啊？自从阿水师把这个阿丁收惊了后，阿丁伊就规工拢伫个厝内底，坐也毋是，徛也毋是。这个时阵。阿丁伊刚好听到外口有一阵一阵的锣鼓声传来，听起来敢若真闹热的款。阿丁啊，你要去倒？无啊，我去大厅遐，你无听到有人运动咯，叫人出去，我去看卖啊。袂用的啦，你阿爸吼有交代的，你这几天吼袂当出去。哎呦，阿母拜托的啦，我伫厝里坐几天有够压杂的，你让我出去，我去看卖有啥物代志，我随转来吼。袂用的是袂用的啦，大厅遐吼阿母起来。为着你好，你就乖乖在厝的啦，较忍耐的啦。啊，等代志若过吼，你要去倒，你去倒，阿母会来你倒啦，吼。春生阿爹化验秀美的尸体了后。伊随时就召集了村内人，想讲要请大家来辨认这个查某囡仔身份。伫个村生啊，讲出伊家己伫个庄仔头外口的山顶发现这个尸体的时阵，大家是感觉真不可思议。大家对这个查某囡仔死因是安尼议论纷纷。庄仔头的人，大家拢走来遮围过来看秀美啊伊的面容。但是不管大家安怎看，就是无人对这个秀美啊有什么印象，根本就无人会认得讲这个查某囡仔是啥人。都伫个大家拢放弃啊，在咧讨论讲要安怎来收尾的时阵，这个秀美啊，伊的尸体却无地无迹，为伊吊顶扔落来涂骹，竟然看到是惊甲肿体后。这个时阵，秀美啊，伊目睭是咧青影影向人群当中一个所在看去。大家顺着秀美的视线安尼甲看倒过，却发现讲秀美啊，伊伫个看伊的所在，竟然就是阿丁伊所徛的地点。你是咧看啥啦？啊，阿丁。我们叫你迈出来，你来刚杀出来了。我们唔知啊，哪会安尼啦？是，拢是伊啦。伊哦，哎呀，伊存心啊，发现的啦。啊？哪样？啊，你买伊哦？我不识字，我不识字啊。哦，老火啊你，七个老火啊！阿水仔，哪会安尼啊？看到秀美安尼时，阿丁是惊甲要死。秀美以万分的眼神，一直伫向阿丁逼我过来。阿丁的身躯开始无度控制啊，一直摇，一直掀。伫个边阿水师看到阿丁安尼无对抗，马上就惊我来为阿丁啊施法，想讲要替阿丁来化解。但是伫冥冥之中，敢若是有一款什么力量伫个甲阿水师来对抗。阿水师做起来是足吃力的，做甲青瓜出足地，敢若是这个对抗愈来愈激烈个款。水师两个人双双倒伫涂骹，众人安尼扛人的扛人，叫先生的叫先生。一时间，大厅内底大家是乱甲二惨惨。
替秀美啊确认身份的这件代志，到这也过一段路。经过证人的讨论了后，决定讲要将秀美的尸体交予这个村生啊专权来处理。好心的村生也不但为秀美啊西装打扮，搁买一束新衫回穿。另外，村生啊嘛替找一块真好的地，甲伊安装甲真舒适。小姐，我即马要请你离头。人讲离头为安，希望你会当早日投胎做人。放心，你带我来就知影。你莫问遐多啦，你即马看遐个只，你就会看到你的前世，我会了解你的因果。秀美啊，伊听到小判官的话了后，是半信半疑。就伫个这个时阵，伫个因果镜之中出现了一尊一尊的水魂。秀美啊，伊伫个内底看了一个心情宏观下坡的家己。会叫伊进来，你哪搁伫个遮啦？阿官，伊干嘛拢阿袂来？小姐，你莫搁想伊啊，伊只是伫个做工的人，恁根本都无可能做伙啦。小姐，莫搁等啊，伊是袂来啊，咱爱上会叫啊啦。行啦，小姐。秘书，秘书。阿贵。其实在前世，这个秀美啊，伊个春生是一对有情人，但过在当时门不当户不对的情形之下，身为大小姐的秀美啊，根本都无可能来嫁予这个做长工的春生，所以秀美啊，伊就甲春生啊来约束，准备要在伊生前的迄一天，两个人斗阵来夺走。小弟啊，在迄阵是秀美啊伊的查某囡仔。虽然讲伊真同情秀美的处境，也毋过伫个春生啊要带秀美来离开的时阵，就伫啊伊是拼性命来个阻止。放也是唔放，这让周迪啊实在是左右为难。但是秀美啊，伊不断地哀求，就算讲周迪啊一心肝够较硬，伊也是不忍心安尼做。周迪啊最后总算答应秀美啊甲春生因的要求。周迪啊伊就带着春生甲秀美啊两个人，因闪过证人的耳目，司法决定讲要放走秀美啊甲春生，让因两个人会当离开这个所在。希望讲因两个人唔通去让别人发现才好。秀美啊，伊前世所许配红婿，就是这世阿丁啊。阿丁知影讲新娘失踪了后，伊非常气愤，
马上派人将酒店抓来审问。小姐人呢？我唔知啊。知影，人是你伫告的，你甲我讲唔知。阿哥呀，我拄仔小可有代志出去一下，上早阿一回来，都无看到小姐的人啊。你给我掉去！你当作我是傻货囡仔，你凊彩骗骗，我就会相信你。你最好是莫讲白话，那无你就再死。哥呀，我真正无骗你，我真正唔知影小姐去倒位啦，我真正唔知啦。你是我的讲，无乎你一点仔架势，我看你是唔惊。你是讲也是唔讲？哥呀，就算你甲我打死，我嘛啥物都唔知。好，你是我的讲是吗？把你的当冻偌久？来啊，把枪提来！是。林传鼎的心肝是条狗笼洞，看到赵迪亚唔肯讲出秀美的下落，都用针来刺赵迪亚的手指头啊！受到这款的折磨，赵迪亚实在是无法度通去忍受，最后只好老老实实讲出秀美啊甲春生逃走代志。家己准备带过门的家后，安尼去用手去。这阿丁啊，实在是真唔情愿，伊马上带了伊手下向秀美啊、甲春生逃走方向去走出。春生啊，因为惊讲有人进来，所以带着秀美啊，黑死命伫走。也毋过秀美啊，身躯是安尼腰脚一个软正，根本就无法度对安尼走。才走无外远尔，伊就已经脚酸手软啊。阿丁伊真紧就发现这两个人啊，春生甲秀美啊，伊两个人敢有法度躲过这摆劫数？阿贵，我先走袂去啊。好啊，看你囡仔要来，无咱先休困一下好啊。秘书，你袂甲我乖吼，拢是我害你吃了这多苦。你莫安尼讲啦，我今生拢要嫁你，我算讲是死，我嘛甘愿。秘书，我不准你安尼讲，只要有我伫的一天，我一定会甲你保护的。阿贵。你在那边啊！你在那边啊！快点！你头前，别回走去！是。李爽，紧来啦！音乐吧，紧来走啊！虽然秀美甲春生两个人真希望讲会当逃脱这个阿丁的追捕，也不过天不从人愿，就在因爬上山崙的迄个时阵。发现讲头前竟然出无路通行，是一片的断崖。因两个人才是外头尔，想要到这个时阵，阿丁因这件人已经就活来。阿贵啊，你照好大胆，你敢带美雪落跑，我就唔相信你哪走去。林少爷，我甲美雪是真心相爱，你为什么爱听说阮两个呢？真心相爱，你讲的好听嘞。你嘛用照镜看卖，你是啥物卡相啊？敢娶美雪做某？你别小想啦！美雪，你赶紧去！你放手啦！你嘛啥？这世人我是无可能嫁你的。哎呀，美雪，你创啥货啊？你乖乖跟我回去，这荣华富贵，你一世人我开袂了。行啦，行啦。林少爷，美雪是无可能跟你倒回去，因为。我已经有所，一世人不管是天涯海角，伊拢要对我走。你给我点去！只要有我伫咧，啥物人拢免想要带伊走。米索，你给我过来哦，那无我就害死。米索，一世人咱无法度做阿母，啊不过后世人咱一定会成为阿母的。你是讲煞未？李叔，给我回去。哎，你两个是要创啥？
春生甲秀美啊，因两个人的亲情，让因决定讲要做阵跳落断崖自杀。阿丁一看到家己一束野望的查某人，竟然甲别个查甫手牵手，要说讲后世要阁做红某，伊心肝内实在是真唔甘愿。我是向天就绝，我永远就袂让美雪甲你阿贵做阿母。就算讲啊，我对因生生世世，我嘛绝对袂放你煞。小弟啊，伫个知影讲春生甲秀美啊为爱来殉情了后，伊就一直责备家己，想讲因两个人的死拢是伊家己害的。伊无多化解心肝内对因的刻欠，所以讲就想要用伊家己的性命来弥补因。小姐，一世人我害你害到这么凄惨，好世人你害我做牛做马，看你是要丢我的性命，还是要用我的身躯，我拢不甘愿。秀美伫看过精世因果了后，伊知影讲精世春生对伊的情，赵弟对伊的忠，也佮阿丁对因的纠缠。秀美若是想着讲，因为伊家己，互遮尔侪人伫即个轮回苦途当中伫拖磨，伊心肝内都真艰苦。想袂到，因为我伤害遐侪人受罪。因果因果，有因才有果。你上也袂讲吼，前世作业，后世来收，等修成正果，才袂生生世世受到轮回之苦。小破哥，我已经知我真是因果啊，刷落去，我应该是爱安怎做？对啊，我有一项物件，想也袂过还交予你。啊，这灵牌有啥物作用？想也袂讲吼，你这段时间有真侪结束，遐你把这带咧身躯边，等有危险的时阵，你就把这摕出来，讲你的愿望，安尼伊就会甲你斗相共。为什么啦？为什么想也袂对我这么好，无要收我分别？各地好到三工，想也袂人就好个啦。只要有人冤屈吼，伊就会甲人到三工。伊即摆好好照伊个精神去做，乖乖伫春生个身躯边，安尼就有答案啊。小判官的话，予秀美啊感觉真好奇，到底秀美啊将来命运会变甲安怎？春生啊，扫着只茶房啊，转下到厝个。秀美啊，分片啊，对伫个春生的身躯边，甲伊斗阵转来。春生甲水姐嘛，因倒是小隔壁尔。春生一日看阿水姐嘛咧摇头，甲面烦恼迄个款，都关伊过间问看到底是安怎，过去甲伊关心一下。阿水姐嘛，春生啊，是你哦。阿玲阿丁，即摆有较好无？伊自从下晡转来哦，到即摆哦，一定拢无清醒啦。实在吼，叫我足烦恼的。哪会安尼嘞？你敢无请医生来甲看？有啊，哪无请啊医生来啦？伊拢嘛讲无问题。我想吼，阿丁啊，可能是冲山掉啦。对春生转来这个秀美啊，伊一个听到阿水即嘛安尼讲了，知影讲这个所在就是伊前世甲今生元寿人林川顶的厝。秀美啊，来到阿丁的房间来。伊看到阿丁啊，面色是白顺顺，倒伫面床顶安尼昏迷不醒。秀美啊，伊知影讲阿丁会变甲安尼时，实在是拢是因为伊丢的。今仔日伫咧吊亭遐，若毋是讲因为伊家己唔甘愿往死来冲煞着林川顶，安尼阿丁伊即卖也袂亲像活死人共款，倒伫遐安尼袂顶袂当。真实的，拢是我真世人做的，叫你结成冤仇。一世人害害你受苦，请你莫怪我。
伫咧春生因兜一段时间，伊看到伫咧前世为因来死的赵迪，秀美啊对赵迪实在是真疼惜。伊知影讲赵迪啊身体无外好，而且佫爱维持这个家庭，所以秀美啊一直暗中拢会甲赵迪啊来斗相共，常常拢嘛伫咧赵迪啊代志还袂做之前，都替伊拢做好势啊。赵迪啊伊唔知讲代志的真相是安怎，想讲是春生啊体贴伊替伊做的。一天天拄啊才光亮，秀美啊趁赵迪啊出门去办代志，春生还佫伫内底咧困，伊就来到埕仔家，要替赵迪啊来摒扫一个埕。秀美啊本来就想讲应该无人伫咧家，所以伊就无稳重家己的魂魄。但是想袂到讲，却叫阿丁啊发现。阿丁自从伫咧稻埕去扫掉了后，伫咧厝内底是倒三四工啊，倒甲咧规身躯拢软烧烧，所以伊就要来找春生啊开讲一下。但是想袂到讲，伊一日来，煞发现春生因兜有一个少年的查某囡仔伫咧遐。阿丁安远伫看这个查某囡仔，伊想要打进前来甲看一下较斟酌一下，这个人到底是啥人？但是这个时阵，这个查某囡仔煞回头就走入去春生因兜啊！阿丁啊，愈看是愈好奇，马上就追过去。对着伊的脚步，阿丁行过这个巷路，来到客厅前。你是有看唔对无？哎呀，无唔对啦，我亲目睭看伊行入来呢。哦，孙生啊，你是毋是趁你某无伫的时阵偷食啊？想袂到你甲我同款呢。啊，但你是咧胡话讲啥？我要哪有可能安尼做？啊，若毋是安尼吼，有啥物你袂发见伊啊？啊，阮厝内头真正无迄个人，我嘛毋知你咧讲啥。你若无相信，我做你去找啊。阿丁听春生安尼讲到这认真，伊知影春生啊这个人是袂讲白贼。这个想到这，阿丁也是愈想愈怀疑，敢讲伊所看到迄个人，真的是朱秀美？第二天，阿丁啊伊就趁春生啊无伫个厝的时阵，偷偷搁走来春生的兜家，决定要看一下究竟。这摆伊看清楚讲这个查某囡仔面型啊，伊确定这个人就是朱秀美。阿丁啊是惊到规面啊焦绿色。一阵青一阵白，赶紧就走转来到厝内底避起来。一个走转来厝的阿丁啊，门踹紧紧。伊一个想着讲，秀美的魂魄都住伫个隔壁尔，愈想愈惊，足惊秀美找伊讨命。伊趁阿水仔无伫的时阵，准备五步要将秀美拍到，互伊魂飞魄散。安怎？你总算嘛是落在我的手头啊！吼！林川德，你杀死阮爸母，佮害我枉死，你到底想佮要安怎？安怎？只要你伫咧，我就一天袂当安稳。我要你永远离开这世间。阿丁话一个讲煞尔，煞手将桌顶的青阿咧提起来，滚发水，向秀美个生气。揪伫秀美个身躯，秀美是感觉足着惊。伊也无法度同我相拼，青阿哩安尼一个一个一直削伫个秀美个身躯，拍个秀美强要魂飞魄散。阿丁看到秀美互伊拍个强要徛袂在啊，伊个下手愈来愈重。这个时阵，秀美伊个魂体也愈来愈虚弱啊。
摇摆啊！我看你可以当摇摆偌久，今嘛就算讲神仙来啊，嘛无法度甲你救。阿丁啊，这句话忽然间将秀美啊点起，秀美啊想着小判官交予伊的明白。秀美啊，你莫迷我，秀美啊，你莫迷我。水仔一条阿水，即马安尼甲伊讲了，马上就拼转来厝内底。一日入到房间底，伊看到阿丁安尼鬼面乌骂骂，敢若像要断气的款，伊嘛惊到要死。哪安尼啦？哪安尼啦？阿姨偷摕我物件去做啊！你哪拢唔知啦？我哪会知影啦？我今日即早就去困啊啦，困到半暝时，听到陈雷讲，果然佫听到阿丁阿阿的叫，我就走去看。哪知影伊煞倒在涂骹啦！天要人死哦，人是不得不死啦！阿婷，是家己要找死啦！替我，替我啦！阿婷，你是安怎啦？你是安怎啦？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，别跟我聊，我别跟你走。我是你老母啦。你不信，你不信，我别跟你走。阿弟，阿弟，阿弟。阿毛，你去找医生啦，紧啦。阿弟哥，阿弟是完蛋了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走。哎呀，哎。阿弟哥，阿弟哥，阿弟是安怎？阿弟哦，阿弟。阿弟啊，我的子啊！秀美姐，你怎么才出来啊？小宝哥，小宝哥，阿哥到你家。是我叫你来啊。是你叫我？是啊，你有较好无？我无代志啦。小宝哥，多谢你。你免甲我说多谢啦，这拢是新妇爷爸叫我做的啊。这摆，也是你甲新妇爷爸来救我。恐惊我早都分配撇锁。小妹子，你莫哭啦，我甲你讲哦，你即摆免惊阿丁啊，伊后过就休去啊。什么？乌龟照了去？是啊，伊的大限已经到啊，新妇爷爸下令交伊的魂。爹，不杀啦！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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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啦！你两个是创啥啦？莫阿歹好无啦？我行遐远的路，你给我小瞧一下嘛！真正，这哪会这无人情味啊？哎你一定要叫阿丁啊！你一定要叫阿丁啊！阿公，你听我讲啦，阿公，你阿爸是有甲我家暴唔对，但是要落迄个关录音的事情哦，是爱紧的呢，是要拄好呢，若是无拄好，
对阿丁是愈来愈歹，到时阵吼，连我拢袂使转来啦。我唔管啦，你即马紧落去救阿丁啊啦，无有时间就袂赴啊啦。阿水即马一直叫阿水仔都紧去，阿水仔敢真正无顾天地之间生死的轮回，要去地府救阿丁？这火，你都要顾好掉。在我还没回来之前，千万不能让火失去。还有，这条红线，你就要绕好掉，不能放手。阿丁的尸体，你要较注意，不能让他受到任何的伤害。那不，到时阵阿丁的魂魄回来，也是无路用。我知了，你家己较顺利的，你一定让阿家阿丁好带回来了。我知影。一站休息的时间，我就回来。现在还没找到阿丁，是要怎么好呢？冲啥啦？阿爹，死你个啦！阿勇去啦！阿丁，阿勇，阿勇，走，开啦！开，开啦！哎呦，阿爸，你怎么才来啦？哎呦，来讲讲啊！小判官将秀美啊带来阿水西这个庙口，伊一日来到这，看到门口搭了一顶真奇怪帽。秀美问小判官讲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小判官就将阿水西啊创入阴界，要劫阿丁的魂魄这件代志来讲予秀美知影。秀美啊，一日听到了后，也是感觉真惊吓。秀美姐啊，秦红也袂讲吼，若要予阿丁还阳吼，是世间的大乱啊。连伊干嘛有问题，所以拜托你做一件代志。啊，是啥物代志？伊爱你家丁的尸体毁掉。哈？我哪有这个能力啦？是不是啊？我应该有法规啦。我除了工人的魂以外，是袂使伤害任何一个人的魂体。啊，最少有妖法来救阿丁，我是无法度阻止啦。那无把阿丁的尸体毁掉，安尼就惨嘛！秀美姐，拜托你啦！秀美啊，在小判官的哀求之下，答应讲小判官的要求。小判官伊真欢喜，就离开，要去向新皇报告。一阵秀美啊，伊也马上走来阿水西啊这边的庙，但是想袂到讲，一个到门口尔，伊就去予一道斧仔光，给拍到袂顶袂动。
秀美啊，心内想讲答应小胖哥的代志，绝对袂使无做。伊都无顾家己的危险，伊向大门搁再冲去，硬要拼入这庙内。坐入来到内底，伊就看到讲阿水即马伫阿顶的尸体面前，真正来伫咧揪一条红线。秀美啊，伊看到一个身体，偷偷啊顺着这条红丝仔线爬起来。秀美啊，一个看到知影讲，迄就是阿顶的魂魄。秀美啊，真着急，抓四颗灵灯一直看。伊看到阿水即马猜伫咧边仔一火，马上就将伊举起来，向阿顶的尸体行过去。拄伫咧秀美啊要将火点伫阿顶的身躯的时阵，忽然间有一个鬼手伸出来，将秀美啊手中的蜡烛掟伫咧涂骹。这个时阵，休的时辰也已经到啊！坐伫遮阿水师兄已经骨忽然间倒落来，阿水即嘛一个惊走进进来，发现讲阿水师兄已经无气啊！伊是伤心甲感觉大声一直喊。看到这一切，秀美也是惊甲。这个时阵，阿丁也已经接近伊家己的身躯啊！秀美一个赶紧朝阿丁那边冲过，阿丁叫秀美弄一个倒伫涂骹。这个时阵，秀美啊，咻一声就无看伊啊，倒伫涂骹，阿丁伊嘛爬倒起来。阿弟，你莫起来呀！你莫起来呀！阿弟，你要去哪啦？阿弟，慢走！我的身躯，我的身躯，你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！你讲，什么会开我的幻体？天害人是袂死，人害人才会死。生甲死拢是天注定，为什么你要了乱轮回嘞？好啦，你莫讲迄有话无的。今天你开我幻体，还要袂当还阳，我为你付出代价。你为什么袂反抗？这是我一世人欠的，我应该还你。我希望之间圆圆圆，会当咱们才做一个结束。好，既然是你欠我，我无遐简单就放你煞，我一定要加倍讨回来。今生我就为你抬死，如今我嘛毁掉你的幻体，你卡煞要加倍讨回来。上个坐是上我的魂魄打散，因我袂当超生。安尼做，你也较快活，当做你动手，我袂反抗。嗯？你叫是我唔敢想，你欠我一分，我就要收十分转来。你想要魂飞魄散？好，我成全你。阿丁为一个高山尔，都随便来伤害秀美啊！但是想袂到，伊手一个举起来，规身躯都拢硬死袂振动。这个时阵，小判官出现在秀美的身躯边。小判官，是你啊？秀美，这件代志交好啊！你给我放开哦！你给我放开哦！阿丁，天无照教主，人无照天理啦！你以为你会使为非作歹哦？哎哎哎，高司令啊，你是谁啊？哈！我是新河衙门身躯边的小判官啦，今仔是专工来收你的魂魄。哦，
啊，你这厉害哦！我才不相信你有这大的本事啦！小宝哥，啊，你是从阿顶上去对？我马上去伊应该去的所在。阿丁甲阿水生来死去，上届伤心的就是阿水一嘛。伊伫个同一个时间内底，失去了两个上届亲的人。招弟阿甲春生阿伫个家安慰，也毋过阿水一嘛，嘛是同款安尼哭甲凄惨落片。小妹子啦，你哪会伫遮？小宝宝，是你哦、喔。你是安怎一个人伫遮无声无息？对我来，你都毋知影。我是咧想讲，我阿爸甲阮阿母，啊，佮阿爹仔甲阿水婿啊，因拢已经去投胎转世啊，是安怎剩我一个人，还佮留恋踮咧这幽世间呢？我就知影你安尼想，我今仔是专工来找你的。找我？是啊，想我也袂讲吼，你的时机已经到啊。时机？是甚物时机到啊？就是黄昏啊。借尸还魂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得爱借尸还魂呢？当初是你血收未该种啊，因为真侪因缘，所以你必须要经过这个劫数。你已经化开你甲阿顶的因果啊，剩的就是春仙甲招弟啊。春仙甲招弟啊。秋美也知影讲招弟啊，就是这世人要借尸还魂的对象的时阵，伊实在是真袂忍心。到底伊是要哪面对这件代志呢？咱做伙去啦。你要去哪？去病院啊。去病院？啊，你人是倒位无爽快啊？哎，不是啦，这几天吼，我都感觉人怪怪啊。医生吼叫我今仔日过去，我看吼，我是有啊啦。有啊。你是讲你有囡仔？啊，你欢喜无？欢喜啊，倒位无欢喜，我要做老爸呢。一个仔讲招弟啊，已经有身啊。春生也是欢喜甲嘴也笑甲二塞塞，对招弟啊甲春生啊来讲，这个囡仔是因家己所愿望的。也不过，这对秀美啊来讲，算是一个打击。秀美啊，第一知影讲招弟啊有心了后，伊就一直赶紧要来找小判官。小判官，小判官，我伫遮啊。秀美姐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小判官，我问你，我借尸还魂的代志，敢有法度取消无？囡仔无代无志，阿问我者。你莫管啦，我当问你讲，会用取消无？当然也袂用哩。小宝哥，阿无我拜托你，你去向先王爷求情。若讲我白借一个伫阿身躯借尸还魂，我甘愿受轮回之道。这哪会用你啦？这是你的姻缘呢，哪会说话改就改？阿唔过，我实在无想要因为我。你害春生甲招弟因艰苦，秀美子啊，这天有天理啊，人有人法啦，地有地规啊，不是你会当去破坏啊，就亲像阿丁因老爸同款啊，你好好听我的安排啊。小判官，我听你的话，敢真正在咱化工精神因果？嗯。好，安尼我就听你的。伊自从答应了小判官了后，伊就专心顾伫春生啊因兜食。伊定来对春生啊去探望阿水姐嘛。阿水姐嘛，伊自从阿丁甲阿水婿两个人过身了后，就规个人变甲咧空空笑笑，拢袂晓整理家己。平常时啊生活，一切拢是靠春生啊甲招弟啊两个人伫家照顾。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，招弟啊伊的腹肚也愈来愈大，轻啊。
春生甲招弟啊，嘛拢一直盼望这个囡仔出世的日子。两个人从早都已经将这个囡仔的名甲好好啊。是啊，你都要来。出来了，出来来，过来过来，快出来，别出来，来过来过来。小弟啊，小弟啊，你醒啊，小弟啊，春心啊，春心啊，紧穿新衫哦，春心啊，紧穿新衫哦。小弟啊。你过去，你前世讲的话无？我会记啊，我讲，我要用我的身躯来养小姐啊。不用的啦，我袂用占用你的身躯的。罗小姐，这是我要害你的，我求你，我希望咱会稳稳惯惯，会使到这为止，才袂相欠。无，生生世世，我拢会足艰苦的啦。不用的，我袂用你做。小妹子啊，靠近来啦，咱生生难过吼。不止伊无命，连伊爸都来伊呐，嘛会无命呢。小姐，我拜托你，将我的囡仔生下来，我要看你甲春生好好庆祝。小姐，我拜托你啦，小姐。小妹子啊，靠近来啦，靠近来啦，小妹子啊，靠近来啦。就伫个小妹啊，伊丢毒无多决定的这个时阵，春生啊，就赶紧走来看小弟啊。想袂到，伊一日才入来房间底尔，伊就看招弟啊抱着拄拄啊出世这个囡仔，坐伫个面床头伫笑。春生伊也真欢喜，过去抱这个囡仔。我的囝，我的囝嘞！哦，小小哈。哦。春生啊。啊，什么代志？咱一世人，总算。会使做阿伯啊！啊，